收到客人嗰個私信咧，咁佢都想知道到底 Edgefund 嘅員工咧，自己本身咧中意邊一啲 Edgefund 嘅產品，咁佢哋都會好奇做咗咁多年，咁到底有邊啲嘅產品真係唔可以代替嘅，一定會一直會用佢咧？咁我自己為例啦，咁我就做咗五年幾，咁咧我就揀咗四款嘅產品咧，係我做咗咁多年最中意嘅產品。其實其他產品都覺得好好用，但係如果一定要我揀咧，咁我就揀呢四款。咁首先第一款咧就係呢一個 Clear Gel 卸妝啫，咁我自己就用咗五年幾啦。咁點解覺得佢咁好用呢？咁首先一嚟佢係即係你做好溫和，二嚟咧都卸得好乾淨，因為用咗咁多年，我都冇生痘痘啦，冇生暗粒啦，同埋都皮膚都唔會癢化暗雅嗰啲，因為咧佢入邊冇油分啦，冇油精，咁所以變相咧都唔會殘留嘅。咁如果有一啲比較難落嘅 mascara 啊嗰啲咧，其實只要敷佢一陣，咁其實咧都可以好輕易咁樣落到。咁呢一個咧都係我用咗五年，我覺得最好用嘅卸妝啫喱產品。咁當中都有用過其他，但係咧之後咧都係用翻佢，因為睇到個對比，即係你睇到對比咧，你就會發覺啊，原來 Edgefund 嘅 Clear Gel 咧係真係咁好用，同埋佢敏感嘅皮膚咧都啱用嘅。咁有時候我自己咧皮膚都會氣敏感，咁所以咧用佢咧都係完全冇問題嘅。咁用完佢之後咧，皮膚都好夠保濕啦，都好滑，唔會好乾，咁所以好推薦大家卸妝啫喱之後咧就係一個 Foxy 啦。咁 Foxy 真係超級無敵中意，佢好似一個 pretoner 咁樣啦，咁佢入面多了 CO2 的成分，好像幫你皮膚做了運動一樣。你洗完面噴一圈之後，你之後擦護膚品它都會加強產品的吸收的。又或者平時我回 office 可能是皮膚很乾，我都會噴一噴，都可以即時幫我保濕。它除了保濕有 CO2 都有收毛孔的功效，也可以幫助我們皮膚涼白的。這一支都是超級好用。而第三個產品就是這個 PeopleTech 啦，這個咧同卸妝啫喱一樣咧，都係冇油份、冇酒精，同埋佢搽出嚟就冇濕嘅，但係咧佢搽完之後咧皮膚就會涼白，因為佢入面都有好多保濕成分，同埋咧佢都會有一個成分咧可以收復翻受到紫外線曬完嗰個光老化嘅影響啦。咁同埋佢係好易推啦，就算你搽粉底咧都唔會起擦脂膠水，同埋都唔會暗雅嘅。咁所以我自己好中意。咁雖然佢嘅度數唔高啦，得29，但係其實翻一整日工作啊，出街咧，其實都非常之足夠嘅。咁都係我非常之中意用嘅防曬。咁之前都係有用過出邊嘅防曬，咁所以咧都對比到嗰個感覺。佢咧個黏度咧係天然葡萄糖同埋果糖嗰種黏，咁所以其實好快就俾皮膚吸收。咁呢啲都係天然嘅保濕成分嚟嘅。最後咧，就係之前都有介紹過一個嘅 Deco 嘅時剎啦。咁呢個就係剎啦，清爽啦，就放翻洗完頭之後咧，擦落髮尾度，跟住再吹頭，又或者乾頭髮咧。在頭髮上它就可以減低飛絲、減少毛躁，也可以填補我們髮身裡面的蛋白質的營養，也可以減低那個風筒的熱力帶來的損害，都是非常好用。它用完之後也不會令到我們的頭很淋，因為它都是沒有任何油分，也都裡面有花生的成分，可以幫助我們Protect出到街紫外線曬到頭髮上也不會有什麼影響。這四款 product 就是我自己最喜歡的。大家有啲咩問題都可以留言，又或者對呢啲產品有興趣都可以去我哋嘅網站 Rebecca 呢個 群組有留言。咁今次介紹就去到呢度啦，拜拜。